Franklin D. Roosevelt once said that happiness is not in the mere possession of money. It lies in the joy of achievement, in the thrill of creative effort, and of course, hitting one-outers on the river. Oh my gosh. 7.5 million pot. Biggest pot of the tournament. Playing for $1.26 million. One-outer. You have 4% remaining going to the river. That's incredible.欢迎大家观众们，今天我们现场在蓝顶济州岛。那我们今天是第二轮的50万港币买入的六人桌，然后呢也是今天会打到冠军。那今天还有晚上开始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所以今天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牌局给朋友们带来。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大恒。那刚刚那个甜美的女生的声音就是我们的亚洲的扑克女神 Selina Lee。 那今天这场Day 2的解说就由我大恒跟 Selina、为大家来带来今天的直到最后冠军产生的解说，50万港币买入的 6 Max。 那这几天我们有看一些Welcome back to the coverage here in Jeju. It's day four, and that means today is the final day of the 500K No Limit Hold'em six-handed event. We've got 23 players left in the tournament, and it's quite a stacked field once more. We have the likes of Eric Seidel, Nick Petrangelo, Mr. Paul Foire, and of course, Triton ambassador Jason Koo. I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in for a lovely day of poker.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great play at the tables, and I'll be giving you a few reports from out here in the field.But I think it's best now I hand you over to the lovely commentary team, Mr. Lex Veldhaus and Randy Liu. Take it away.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赛场上还剩23位玩家。那在这个名单里面，有我们亚洲 GPI 的 Michael Souza。Michael Souza。一个手刚跌断的一个我们亚洲的冠军，他很可，就是好像原本他也是有计划来台湾参加 APT， 结果后来他的手在日本滑雪的时候摔伤了，可是他现在好像成绩蛮不错的。那还有我们看见最近拿下澳洲百外赛冠军的 Brian Kenny， 啊，这边还有我们熟悉的 Jason Kuhn。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 Stephen Chadwick， 也是大亨的大神吧？啊，对对对，Chadwick 跟 Bonomo 两个都是我的偶像。那我们从亚洲来的一些玩家里面有包括 Baycock Wen， 还有 Wei Xiang， 上次我们看见他25万港币买入短牌得亚军的，那。希望他们今天有可以得到好成绩。那我们先看一下哦，来这边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玩家徐亮，
对吗？对，徐亮。对。刚刚有讲到那个 Brian Kenny， 他在今年拿到澳洲百万赛冠军。那他今年的冠军很有意思哦，他在 Final Table 上，他没有清掉任何一个玩家。哦，他好像是短筹码打上来的，对，我记得。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到这句话？他没有清掉任何一个玩家，他连第二名都没有清掉拿到冠军，因为最后他们三个人真的打太久，他后来他队友拿少一点钱，后来大家就直接让他冠军了，所以是直接是三个人队友，他没有打到最后，后来直接拿到冠军。是他们在三人的 deal 时 ，Brian Kenny 说他只有拿下冠军这个名次，他才让他们 deal。Uh-huh. 对，不然他不肯 deal， 因为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就只有打十万的话，那就这不是钱啊。对，这对他的时间来说就是太少了。可是如果我是 Brian Kenny 的话，我也会宁愿少拿那些钱，我想要把我的照片挂在皇冠的赌场里面。对，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对，这真的是挂一辈子的事情，就当作是那个上架费好了。那我看一下，现在这里现场是蓝桌，那在座就是说桌上是有 Timothy Adams 做一号位，那这个戴帽子二号位隐藏的挺好的，他是。应该是这边的 Seth Davis， 来自美国。接下来三号位是 Jason Kuhn， 然后呢四号位是 Baycock Wen， 是马来西亚玩家。然后就是我们最喜欢看的其中一位玩家就是 Ivan Liu， 他在这些豪客赛里，因为就是打得非常激进。Uh-huh. 然后呢，就是是我们的英雄吧，我应该说。我记得 Ivan Liu 因为去年在2018打了蛮多好客赛，他的 GPI 总分好像也是好像是第二名。是他现在就是全世界好客赛都打。对。然后呢，他打的就是那个打法有点，我们会说就是跟我们打法有点不一样。他真的真应该是说啦，就是他是超级不怕死的那种，所以他你。不能对他施展任何的压力，反而你根本这些对他是没有用的，就是他因为他这个风格会让你一些招对他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变所以你就变是怕死，对，所以你就对他很烦啊，很难打。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在那个首尔是主赛，打到了第二天，我跟他筹码都很深，排第一、第二，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六倍 all in preflop， 那他 show A 勾。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什么 ？AA， 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你输了吗？我们翘。啊，对，我问一下。啊，对对对 对，在那个仁川那一次吗？是、uh-huh、是，所以 Ivan Liu 他对着我这样的一个女生，还可以做个六倍 all in 有 A 勾的这种牌，那当然他是就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玩家。可 Ivan Liu 他是真的是很爱扑克，像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在、澳门的星耀天地有一个比赛，我跟他 hands up。那最后我当然赢了，可是那比赛报名费我记得是什么，1500港币还多少港币？对，这个超级小的，可是他很认真，因为他很想要那个奖杯，所以他其实就是真的是很热爱扑克，从看从那么小的打到这么大他都打。好，那现在这把小盲跟 button， Davis 跟 Adamas 这应该会有一个 action 出来。I fold. 好，选择在小盲做一个 three bet。那我们看见这副牌是挺 standard， 你在最好的位置上就是庄家位，拿到 A3 的牌是一定会起注的，对，是一个 raise。对，基本上在比如说假设我在 card off 的。range 大概是玩35%左右，那
你如果玩 30%， 基本上所有 A 叉不同花是全部都要玩的 ，Air Off 都要玩，在 Cardo， 更何况 Button， 你玩到 50%。那基本上 button 所有的 ace 也会 open， 所以这 A3 也是蛮标准，只是遇到这种three bet 应该是没办法抵抗的。对，那我们当然知道这德州扑克你的位置非常重要，你在前位 A3 的这种牌就不可能去玩，特别是不是同花的牌。那你到后面的位置，你的 range 可以就是宽很多，范围就是可以加很多什么六七同花、八九同花的这种牌。好傷心噶，人哋尋日一直好多噶。那这边我们看见剩下小盲跟大盲，那这小盲是 Jason Kuhn， 他在这边拿到42不同花的牌，然后呢直接弃掉。那 Jason Kuhn就算在就是这把里面对着我们这里的背，他是选择弃掉牌的，因为他是小盲的位置，所以根本没有优势，也不应该去玩四二这种打牌。现在在扑克圈，德国有德国帮，我们亚洲有马来帮，超高的玩家，算是在为我们亚洲人争一口气。我们知道，就是七号开始，这个星期也会给大家带来200万买入的主赛，这个主赛也是可以无限买入，好像前八个级别。印象中，去年的 Iron Leo 是买了四发，然后在 Bubble Time 的时候 Bubble。泼妇 H Jack， 双雷拉下底池，我的名字。这也是一个 Six Max 的桌，那就是短桌六人桌。我看见 Paul Four 在这边积分牌是398000，25个大盲。现在传奇扑克在亚洲应该是一年就一次吗？还是亚洲暂时他们今年会就是考虑多办几场，我想应该是最少2-3场吧。那他们这次接下来是黑山，下一站还有黑山会有办，然后呢，他们有可能在伦敦也会办一站。哦，伦敦。传奇去年是算是第一次开始办，然后结合和一些直播，其实我觉得他们办得蛮成功的，就是对，你看这参加人数跟就是买入手的那个，应该是比去年翻倍了，多很多。对，因为去年大亨在这里也有做解说，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差不多40位玩家吧，对。今年都有蛮多的新脸孔，而旧脸孔每个几乎都在。对，他们说这次来参赛，应该是有35位来自西方的玩家，然后呢25位来自东方的玩家。All right, guys, it's been real. 那应该这个主赛，我们应该就是非常期待的 ，Duan 跟 Ivy 都会来参加。对。这两个还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算是很久的职业玩家。因为像其实有些欧美玩家，他们可能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看过。因为像 Ivy 跟 Duan， 毕竟他们以前在那种 High Stake Poker 的那个现场的那个 Cash Game 上面，大家很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可是其实后期的一些人，因为没有一些电视的宣传，可能不知道是谁，可是也是非常的厉害。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那个打德州的水平都升高了很多。对，是。我们 Ivan Liu 有一个 Jack Queen Off， 那在有位置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这个 Jack Queen 啊，我觉得你要 3bet 你要扣，其实都是一个可以的选择啦，尤其在
这时候我会取决于卡朵夫的对手的风格是怎么样。那如果他打得比较松，可能会选择 three bet。那如果他是比较激进或比较强的话，可能会更。因为 Jack Queen 在 button， 那我觉得是一个可以 defend 的牌。I'm good, thank you. 那这里 Ivan 他选了做了一个 three bet。对。对。那他的 three bet range 就是也挺宽的，啊、我们有看见过、啊，也是他做挤压的时候也会啊，也是用比较宽的 range。他完完全全都是很多时间是打对方的起牌率。那这边我们看见就是这六人桌，实际上那个枪口位啊、现在是后位的。其实枪口位应该就算是若六人桌就是low jack， low jack 的位置。Jack, 对，所以显示屏幕上面会变成 UTG， 马上对 UTG， 然后就是 hijack 跟 cut off 了。所以其实六人桌的 action 会比较多，因为比如说九人桌啊 UTG 干嘛，他们可能就是玩10%左右的牌，所以基本上就是10把他会盖9把，所以像六人桌 action 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的 open 的那个范围是比较稍微宽一点的，所以你的 defend 你的 three bet 都会比较稍微多。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一个公式嘛，就是假设比如说一个正常的玩手牌的范围啊，那比如说好，我们就讲，好，我们讲这六人桌好，我们 roll jack 可能是带玩22%，那我们刚刚讲到，roll jack 再来是 high jack 带25%，那 cut off 是35 ，button 是50，然后假设这四个位置是这样，那你要去如何去3B这四个位置的对手？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就是，你要拿它 open range 的一半的强度去做 three bet。假设是我们刚才讲 roll jack 它22%，那你就要拿10%、11%左右这种牌，你可以再从里面去挑一些去三 B。那可能在，所以你看，如果 button 开50，所以基本上小盲你可以有25%的牌去三 B button。这是一个公式啦，就是大致上这样子不会落差太大，对对。我以前打扑克的时候还是会蛮看感觉，觉得这好像可以三 B 哦。哎，现在这个 moment 不错，对。可是就是我觉得可以，你先知道一些数字，大概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一半它的强度，然后你再从这一半里面配合感觉，我觉得这样会比较不会偏离太多了。对，因为有时候你感觉好，但是你的手牌是什么72的这种牌，你真的不要就是很勉强的去做一个 three bet。这种情况下，因为现在现场比赛，我觉得 player 他们起一个 raise， 你做一个 three bet， 他们很少 fold 掉，对，不看翻牌后。那你拿72这种牌去做一个 three bet 的话，你在翻牌后，对，很难打，这非常难打。对啊，那你最好是拿就是可以就是发挥更好的一些牌，就是什么suited connector 会比较好。对，有一些比较可以玩的牌嘛。对，就是可以中顺跟买花的这种面上，你可以继续打。哦 ，Jason Queen 这 Limp 被 all in， 他应该有蛮有可能会跟的、哦，这是4-4。大概是20-25个大盲。啊。他2233应该有机会盖掉，可是我觉得4455以上是有机会跟的，挺强的。嗯，44真的蛮强，其实可是就是，对啊，就是一个 freak。那现在我们被考问啊，如果不击中，就会淘汰这个比赛。现在暂时呢是22位玩家还在这个比赛现场。中啊！屌你啊，唔中啊！争少少。好，听到，哎呀，哦，中了，转牌就中了。我买噶嘛啲牌。
我看见这边 Wayne Bangkok 做了个 double。其实如果是四四怎样，你会不会想要直接 all in 啊？二十四个大毛，二十哎，他是不到，他是四十万左右嘛，所以大概二十五个大毛，二十四个大毛。我觉得就是。这边推 all in 也 OK， 对你 call， 然后对方加注，你再反推也 OK。对对对，对，哦、所以对我觉得可能 Jerry 会想说，他要想 limp race 的时候，你会想直接被推，所以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我觉得 Jason Koo 在这边做个 limp， 他的想法就是想要 limp race all in。哎，救命啊！依家突然间有啲虫啊，依家。那如果在这边他做一个 limp re-raise all in 的话，我觉得这种 A7 的牌有可能会 fold 给他、嗯、因为他的 range 在这边显示的应该是 对、哦、有可能会被 dominant， 对，有 A 更好的 kicker、啊、是可是如果是 back cock 他，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不会改他也算是比较凶的玩家。那这边我们看见就是这迪拉五旁边有一个钟，它是一个 shot clock， 对，这意思就是说每手牌、不管是每个 action， 这个玩家都只有30秒可以做决定。那这边我们看见枪口位的 pull four 加注到 K 圈。那这边 Jason Koon 在庄家位拿到 A3 头花的牌，那他现在筹码大概剩下四十几个 big blind， 然后他还选择 defend 的跟，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在看这种直播的时候，可以去试着去看一下什么位置 open， 他们什么位置选择用跟或选择三 B， 就是然后除了这些，你要注意一下他们后面的筹码量，因为我觉得可能筹码量不一样，他们抵抗的范围可能也会有所变化。对，一定。像如果Jason Koon这一把，如果他筹码少一点的话，他可能不一定会扣一个 A 三。哇、哦、，Squeeze All In 四六输铁在。那我们说到 Ivan Liu， 他可以做一些就是这样非常 unconventional 的 play。对啊，就所以他很烦嘛，就是你就是这样，你看我 defend 一个 A 三，那我。没办法，没办法跟他。那我问你，你在 UTG 这边拿 King Queen 怎么办？应该也就是弃了，对不对？对啊。Ivan Liu 很敢在一些 SPA 去赌一些牌，然后所以有时候你常常看 Ivan 他筹码打到很深这样。哎，不过他今天这样做，他今天已经没办法重买了、哦。对，今天已经没有办法重买了。但是他在可以重买路的比赛里面成绩非常好，对，非常好。我相信 Ivan Liu 除了当然打牌越来越厉害以外，他本身还有一个非常厉害，就是他 BR 应该非常的健康。那我就跟他聊过 ，BR 也是技术的一部分，他不会有一些可能压力啊。那本身他们就习惯打这种高额好客赛、嗯，所以 他是一位就是扑克上买路啊或者奖金 啊，对他来说生活方面是对，就是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嘛，对，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对啊。因为我们已经谈过，如果你有资金方面的压力，对，你如果去打扑克，会让你做出不同的决定。哦，哇，我们再看见这边泼妇，他应该对 Ivan 非常熟悉，然后呢，也知道 Ivan 在这边。Ivan 在这边牌力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强，那他看见 Ivan 的六四，瞪了他一眼。可是我刚刚看后面好像有人 block 掉一些 King Jack， 是不是？嗯、对，有一把 King Jack。那我们在这边看见 Ivan 六，在这个牌里还有胜利是有40%。哇哦！哇，那在这个翻牌情况下，哦，还有一个红心哦。对，现在呢，这个 turn 给了 Pofa 好多个 outs， 啊，不幸的是没有击到。哎，我这 Pofa 拿他也没有办法，也知道他是
一个非常 crazy 的玩家。Ivan, I'm Jason. I'd like to be your friend.那当然，很多玩家在 Ivan 的这个位置上只会做个 defend， 就是翻牌前平跟。I think he got moved, or he did get moved. He's Ace 4-4. So sick. Yeah,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I'm big blind. Wow, Ivan 这个这是一个超级的大 flop。冇去过到。佢過到你哋兩個 call 唔到啦，我過去啊嘛，沙巴嗰個啦，一過就你哋 call 唔到啦。Friends of the six pockets. Yeah, I was like, this is gonna be some magic stuff. 好，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大盲 Davis 有一個 S King。好，艾文這把乖乖的。因為我點點解我推咧？推我個 set 靠咗佢，你明白嗎？如果係一個嘅話，至尊通唔會 call 嘅，你明白嗎？你肯定個牌係，你個牌係 call 唔到嘅，你明白我講咩？所以點解我 switch 咗？我 switch 係有啲，如果係個 set 靠咗我，可能唔好意思。但係差唔多啫。邊個？這次來傳奇，看到他們好多的周邊商品，這帽子也很好看咧。他們的。周边产品都做得蛮有 sense 的。我昨天跟 Selina 说，我一直很想要 Jason Kuhn 的那件外套。那我们知道 Jason Kuhn 他最近这一个月被签约作为传奇扑克的代言人。这真的超帅，同时签约两家公司。那这边我们看见Ivan Liu 在 dealer 位用 A 勾同花的牌夹住，然后这边小盲 Seth Davis 做了一个 defend， 用 K 三同花的牌。那在翻牌后，这边 Seth Davis 他有中顶对，但是呢，他的 kicker 不是很强，他在这里选择过牌给 Ivan。那 Ivan 在这边打了算比较谨慎，他也过牌了。其实 Ivan 蛮聪明，他其实我觉得他也很会利用自己的形象，像比如说刚刚用那四六去赌了这一把，然后意外赢了。可是其实在有筹码干嘛，其实他会很小心，他也不是说乱打，比如说看到 K 我就 C 倍啊，我也没中就 C 倍这样。对，其实他也算是蛮小心的。那这边我们看见 Seth Davis 再次过牌给 Ivan， 那这边呢 Ivan 在转牌上中了中对一对勾。那这边 Ivan 应该会下个注，那他选择了在104000的底池里面下注35000，三分之一。那这边 Seth Davis， 他在看牌面。这边牌面呢，现在出来可以有顺的可能性，然后买花的机会也出来了。那一般在这位置上 ，Seth Davis 他还是会选择 call。啊，选择 check raise。啊，这边他加注到100000。这其实我觉得他想的东西又想的可能又多了一层哦，因为他应该是觉得他这边的 top pair 应该是领先对手很。应该是领先对手，所以他觉得他是 cherries for value 这样子。对，因为他知道在这个 turn 上，这对方的组合里面盖牌很少。对，而且他如果有一些 draw hand 或者是买一些东西，他可能都会继续跟。而且他在 flop 本身没有做一个 C 倍，那 flop 本身没有做 C 倍，首先可能他不一定有 K， 那代表说他也没有什么三角，所以。他自己本身有 K， 他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可能也确定自己的 K 领先对手，已经领先对手的整个范围。嗯哼。
所以他刚刚其实在想的时候，因为可能正常的大部分绝大多数我是我啦，我可能就只有跟，然后 River 可能就 check， 就有可能结束。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已经进入了 Ivan 的思维，然后想要在这边多拿一些筹码。对，多拿一些价值。那当然就是有些玩家会在这个转牌上，因为有花抽或者顺买，他们会做一个 check raise， 也有可能。对，所以像其实像这种结构，其实现在有些时候我可能会，我也不会 C 倍这么多的 top pair， 因为我最近发现的潮流是，你 flop C 倍太多，反而变成一个被攻击的机会。嗯、然后现在我看到蛮多玩家，他们把 action 放到 turn 跟 river， 就他们 check 了很多 top pair， 尤其是没位置的时候。那有位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 check。大的 top pair， 比如说 K 的 top pair 或是 A 的 top pair， 然后他们可能会 check 一些比较小的 kicker， 对，然后 C 倍比较大的 kicker， 这样子做一个平衡。对，当然就是我们德州扑克是流行的打法怎样，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会有流行出来另一种对反击的这种打法的，就是另外一种打法。啊、这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扑克。美妙的地方就是它不停的在改变，对，不停的在进化，每个玩家都需要不停的学习才能跟上潮流，对吧？对啊，这是要赶流行，对，真的是因为你现在的做法，人家就是因为要想一个方法来破你现在的做法嘛，对，所以你一直要吸收新的资讯，不然你就是在原地，你的思维你的那个 level 低人家一格，就一直被攻击。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啊、